我们今天晚上会玩这个卧龙苍天陨落啊。这个游戏呢有点类似于之前的艾尔登法环，但是难度差不多。不过呢，这个游戏背景是我们熟悉的三国时期。来了，整个游戏里面最重要的环节来了，体型。哦，可以选男女，玩个男号吧。感觉这个捏脸的自由度要比哈利波特自由很多，还能捏脸谱的。哦，外八字和内八字都能挑。哎，这个脸怎么有点歪啊？是歪。这个嘴怎么是歪的？哦，他有时候会邪魅一笑，他有时候会歪嘴笑，所以看上去嘴是歪的。什么？他为什么老是露出这种歪嘴战神的那种表情啊？老是会不经意间给我这么笑一下。我看完好像，看又来了。老是要这种邪魅一笑，你为什么老是这么笑？我要捏一下嘴巴，你嘴巴是什么问题？这个捏的也太丰富了吧，嘴角周围的脂肪含量。鼻子捏一下鼻子，默认。结果就这个是最顺眼的，最多换成这一个。怎么越捏越丑？能不能一键返回？能不能一键回到没有捏之前啊？太复杂了，太丰富了，这个捏脸系统太复杂也是一种问题啊。这有什么区别？怎么没看出来啊？捏了半天什么都没捏，哎呀！我有一个这个小标记还挺帅的感觉。哇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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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呜呼！哇，这也太帅了！五角星来一个，五角星战士，饰品来，这还能贴张符啊！哇哦，怎么三国时期怎么有眼镜啊？怎么会捏还能捏哈利波特来的吗？这什么鬼？太帅了！这个也很帅，短头发也很帅，长头发也很帅。哎呀，挑花眼了，这也太 HOT 了吧。这20年前的韩国男团就是这样的，这也太快乐了。哇哇哇，哦，这个也太帅了，这个也帅，我的妈呀，太中二了。设定完毕，我要打到什么地方才能联机啊？这个地图感觉没什么。遇到赵云的时候就可以联机了。遇到赵云，赵云在哪儿啊？你就打那个张良。张良在哪儿啊？张良。这个张良按在地板上，张良不是法中路的法师吗？怎么会有张良呢？张良是个大哥，他不是法师，他是拿斧子的。张良是在三国里的吗？张良，但人不能松懈。就是张良，张宝，张什么黄金三兄弟？黄金三兄弟是什么？黄金军三兄弟。黄金军。绝技，什么意思？是我闲话那么听不懂吗？糟了！什么玩意儿？你打过张良了？打过了，我出喷喷，我初见就过了呀。我一阶段过死了两次，二阶段初见过的。这么厉害？对呀。那就差不容易啊！我们今天三兄弟桃园三结义，就以年龄排座次吧。大哥，啊，三弟，大哥应该就是你仆役星吧？啊，
我是刘备吗？我用的是双股剑，的确，正是刘玄德。备，你是刘玄德，我是二位贤弟，什么来路啊？姓甚名谁啊？我说过了呀，我是那个呀，我是那个。你就是易德吧？对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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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易德。易德和云长，云长，那我是易德，你是云长，好吧？云长，你是云长，已经没有赵云了。咱们仨哪个兄弟不比赵云强啊？对啊，都是大手子，这有个宝物，莫伤我弟弟。哎呦！啊，三弟，易德，我来助你。三弟，我不是，我三弟，大哥二哥往前冲。啊，易德，你是三弟啊？啊，我不是吗？那我是二弟。啊，那我是二弟，我是二弟，我是弟弟，我是弟弟，冲啊！大哥，我先上了，我先送了大哥，他九级，大哥他很强。哦呦呵，大哥好厉害。我退，大哥救我，大哥他九级，你在哪儿呢？一个九级的怪，他还会远程飞镖，大哥不怕，干他，不怕易德，不怕，我一招天雷术，干他，干他，直接打爆。三兄弟想揍谁揍谁，想揍谁揍谁，狠狠揍。打 boss 了，啊 ，boss 了吗？来，牙通牙，这个叫牙通牙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是小怪，这是小怪。哦、他们说我应该是二姐，不是二哥，二姐和三妹是吧？你俩都是女号，并非等闲之辈。对，大哥、二姐和三妹。好吧。切不可大意。易德云长，大哥二姐跟三妹，我靠！玩三国这么硬汉的游戏，你居然云长这个怪你没见过，你来，我来，我打他背刺，我一个闪避，我再躲。云长拉仇恨，大哥，我云长打，大哥我打完了，吃药吃药，靠自己，太危险了，大哥，大哥要不咱撤吧。太危险了，大哥！我乱杀他，大哥！哎呦，大哥！啊！给你们回血，我带着辅助技能。这个回血好啊！大哥倒了！大哥，我干他硬！云长、易德，你们可要顶住啊！云长，云长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快来拉大哥！易德，易德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来了，来了，大哥，我已拉齐。大哥先撤，大哥射箭，大哥扔飞刀，大哥招，马上出一五十了，大哥要动真格了，呦呵。快救救二妹！快救救二妹！二妹起来了，还行还行。三妹已经把这个臭猴子打了一顿了。可以可以。麒麟助我！好漂亮，这就是大哥的实力嘛！看二妹躲他，直接给弹反，弹，兄弟们砍他，重击，激活。漂亮，破防了，别着急处决，就是先嫖他两下，等那个嫖过了再处决。漂亮，易德云长，报仇血恨，因为你死了。为什么是报仇血恨？一遍过，兄弟们，一遍过。哎呀，三个人玩就是跟一个人玩不一样啊，兄弟们。吕布在哪儿？吕布受死，三妹吕布受死，口砍下来献给大哥和二姐，请诸位安息，战友们，来，三弟快上，
来喽，吃猪肉了。大哥二姐扛住，狠狠输出，乱吃。他怕那个土树，他怕那个土技能，你们直接放雷，土技能直接破防，就那个大招。我来了，全他拱人了，小心。他不行，他太慢。怕雷是吧？天雷来，他大哥技能放空了。来，大哥他把土，哎呦，大哥被打飞了。大哥没有飞，二弟，话可别乱说。二弟凶啊！二姐莫慌。三妹来了，你直接把他屁股砍花，小刀拉屁股，他要破防了。先飘他两下再 A 他。又急的处决，我真的是我靠！别急着处决，他那个下面那个条是会慢慢下降的，你可以多砍他两刀再处决。你们没血，吃药，药吃完了。大哥顶不住了，大哥。我在救大哥。二妹干得好，二妹。好啊，大哥，他撞我了，完了。大哥，完了。二妹别怕。二弟打了。天雷来，放错技能了。天雷劈他。我去救二妹。哦吼！大哥去救二姐。大哥被猪头一屁股甩晕了，大哥被猪头拱了，欺凌住我！对，就是这个，他怕土，啊、大哥又倒了，漂亮！这就是我们三兄妹的实力嘛，克敌制胜。OK， 今天先到这儿呗，先到这儿吧 ，Goodbye。先到这儿 ，Goodbye。明天再说吧，晚安。晚安。